明天我们一家三口要上长春，上我大姑姐那儿，就给孩子做一个复查，然后再给他，就是他牙做了牙齿矫正嘛，就重新扫一下，然后重新做个牙套。我妈说给我大姐拿点饺子，上次拿的他们都吃完了，这一袋都拿下。嗯，有这些。那你们不留点啊？我们这好像还有留点。瞧我妈这冰箱跟百宝箱似的，什么肠啊、肚啊、面呢、啊、鸡啊啥的都有。这些我们留着。行。完了，吃没这包，把那些给大姐拿去。嗯，行。这些饺子了没有？嗯，完拿出来倒在地上，这里就一个，就满满。就之前包那个2000多饺子，就都大伙分了，就自己家反正也没吃多少，但是就农村就这样，反正就吃不吃也得包。啊？这些肉了。就是这点肉了。吃没再买吧。嗯。别倒了，刚才还说自己留半袋呢，留个底儿啊。都给拿去啊，那这些能够煮一顿得了，明天吃再包。那这些有没有300个饺子吗？这些吃差不多。上次给拿的，他们说吃一个都没剩。没工夫整。嗯，说天天上顿饺子下顿饺子的。吃两个够我给你爸俩吃一个了。嗯。要不然下午还有小鸡儿，你拿搁这里。不是，你这冰箱没插电，你还搁冰箱？插着呢。插着呢。啊，怕化。这两天气温回升了，就大道都开始化水了。在这住三宿了，住没住够啊？我没住过也得走，明天咱得上你大姑那儿呢。不愿意走，这明天要不上长春还不得走。上长春回来来、哦、来不来上长春回来？不来了。哎呦，不来了，要开学了，这小子。待不几天。这啥天啊？还下上雨加雪了。啥雨？嗯嗯，这道上全是水。明天后天上长春，两天之后再来回家。哇。嗯，今天下雪。一早上起来下雪了，现在上婆婆家去接孩子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。王子请上车。嗯，王子请上车。你爸已经在车上恭候多时了，等候。嗯，这也太美了吧，看看这水面。妈，我爸藏私房钱在哪儿呢？注意前方有违章摄像。这你爸藏钱呢？对，你咋发现的？我啥时候藏钱？你这，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妈看 ？OK， 我嗯。那一块一块的。一块一块，那苍蝇腿再小也是肉。哎呦我天！这咋整？咋整？没整了，这是。到我大姐这儿了，开了3个多小时。我咋的？哎呦！哎呦！我咋的？这么兴奋吗？舅妈不是，舅妈好，我还没看着你妈和你爸呢，他就着急上楼找你玩。他说你先去医院吧，我不怕我。明天早上8点去医院，然后下午给他做口腔扫描，好多了是不是？嗯，明天去复查。我大姑姐说我一路他就紧张，看他俩长得像不像？你俩老像了，还有小姐像，来吃饭了。吃完饭了，现在回门诊。刺牙，牙呢？对，这样呢，对，这样还好。哎，对，对，这种是最自然的哈。晚上出来吃饭了，那仨俩孩子在一块儿扒蒜。看完之后，快切完。这是大姐夫，然后这是二姐夫。小姐，你好好，我看你跟大姐像不像？我看你们姐俩像不像？像。他们在这边选酒呢。啊？这高度，这个很高度。高度。喝点。来，你仨干一杯。我干没了。干没了。你慢，慢，慢点走啊。啊！他家那面条是温面的，面的。啊！他是这一系拉的，对，他是合适。还没升职。给养了。跟他唠会儿。对，就坐那唠会儿。吃完饭了，撤退。走，撤。我们先撤退，他们那几个男生在这先喝着。
那我俩就不是男生。你们是小男生。